如果各位学长姐您不嫌弃的话，您有空的话，也欢迎您再回来跟我们一起，跟学弟妹好一起。那我相信，因为文化创意或者是地方创生，其实需要大家集思广益，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回来帮忙去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法。所以这个是需要众人的力量来完成的哈。我们之前有盘点过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十个人做的事情，但往生需要万人、百万人，大家一起来努力哈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学长姐，如果您未来礼拜五晚上不嫌弃的话，欢迎各位学长回到我们这门课上哈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研讨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感谢各位学长姐，再见。各位学长姐在上师大的进修的学习，能够这个入宝山，好，满载而归，谢谢你。